《民事正经》，台湾人民有信心，欢迎收看《民事正经》第一百零六集的播出。咱今仔日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技术交咱台湾的现代化的关系。咱顶礼拜讲到啊，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离大政皇还了啊，安尼已经六百年啊，日本诶天皇无是权政，要来展开着啊明治维新的吼。 但钱要对对来，人要对对来啊！而且，即个明治天皇即个接手了啊，日本即个一朝庆喜啊，伊的势力呢吼，木户家势力啊，佮不服中央呢吼啊，因为即个萨摩藩啊，啊，即、這个思想隆盛啊，伊认为爱啊叫即个一朝庆喜啊啊，爱将所谓土地啊啊，拢爱交出来呢吼。啊 啊，安尼对一条信息是足大的一个侮辱嘞，吼！所以讲萨摩藩呢，啊，伊伫即个东京遐呢，吼，故意去啰代志，故意去啰代志了呢，啊啊，即、這个啊，暴苦啊，当然啊，就爱来啊逮捕遮个杀人放火个代志，结果发现到遮个人拢走去秘密萨摩藩个藩地啊，因东京啊里底有办公室嘛，吼，所以。 米利遐呢吼，啊，拉就知影讲是萨摩藩伫后壁咧啊啊高木家的代志，所以啊、呃，这个东京者啊的幕府的势力虽然是大政皇权啊，虽然大政皇权和明治天皇，但是规个日本的各地行政官、各各地的部队，拢抑阁是一朝正史啊控制住的嘛，啊，一条正史迄阵，人伫奥萨卡代办。 所以讲，迄阵就开始去逮捕着啊，萨斯马这个啊，老师的人呢，啊，萨斯马然后发兵啊，向即个东京呢吼。所以你啊，一八六八年啊，到一八六九年呢，展开着啊，即、這个速成战争啊，咱里这部捌有甲各位报告过嘛吼。啊，所以明治天,天皇只好明爱去中暑这战争啊，爱去爱改革吼爱揣人才吼、啊、来培养人才。 所以明治天皇伊个改革大概啊是安尼啊，就是日本呢吼啊，伊个行政权天皇下底啊设一个总裁，即个总裁是一个亲王啊。即马来亲王下底啊，总裁下底一个啊，府相啊啊，即个府相呢吼啊，就是即个啊，延昌居士。即个延昌居士就是伊带使节团去啊澳澳洲参访，即个延昌居士伊就是府相。 啊，即马来啊，即、這个啊支持尊王攘夷来盗啊盗墓诶，即个人数呢？吼，内底包括啊大久保利通哦，啊个西乡隆盛，因拢、啊、是做参议。所以讲啊，一开始啊，即、這个大久保利通交西乡隆盛呢，吼，拢、啊、是伫天皇诶身躯边咧做参议，啊个土土左还咱有节目有讲过迄、那个长子龙。 拢是做参议，所以因拢互经济面做啊，明治天皇啊，要来啊，即、這个明治维新的参议。啊，所以要安怎来去找啊人才来做代志，因为咱头讲公家人拢是对地方来的，所以无一个有中央啊、哦，中央对外的经验，这中央规划经验拢是哩啊，这个幕府嘛，拢是哩刚好嘛。 啊，所以啊，这个天皇找来这些人，拢是伫长州出来，哦，啊，啊是萨斯马出来，所以萨斯马有这个大久保利通交伊西乡隆盛，哦，啊，个土佐环哦，长治隆，等，这个人拢做参与，啊，未来展开日本诶改革，所以伊伫这个行政部分啊，哦，那是地方环以下，环以下拢维持。 啊，原来诶，行政官啊，奉行地方诶，奉行换掉以外，奉行以下全部拢维持。啊，一八七一年呢，才废藩置县，这是地方啊。你中央诶部分呢，吼、哦，你中央诶部分部分，伊即卖就分配到啊，日本伊诶政府啊啊，随上伊即个日本诶政府，伫啊庆应三年诶时阵啊，就是阿未大政奉还进行啊。 即个岛山庆时就从日本政府啊，已经改成较接近现代即种啊，即、这个制度，但是也个也未像咱即马有即个啊经济部啊法务部定这样完整啦啊，但是也雏形了出来啊，所以就要爱找人啊来做家的负责人员啊，找人来做家负责人员啊，所以迄阵明治天皇伊并无啊，即、这个啊即方面。 诶，即个经验啊嘛无遮真在，所以伫一八七年底、這個、啊，啊派派即个啊伊娃库拉，用伊娃库拉使节团，带真侪啊即、這个因日本将来要做行政官诶人，参与即个使节团呢，啊坐船去到美国，再对美国去到欧洲啊，隆重出国头分两年呢，即、這个伊娃库拉诶使节团呢，延长使节团啊。 啊，去啊到德国嘅时阵呢，吼啊，大久保利通是成员，哦、啊，阿哥伊藤博文嘛是成员，啊，即、这个岩仓具士是啊大赛吼正正赛啊，其他家是副大赛。所以讲英国带啊真济留学生回去美国，啊，回去欧洲读册，吼，啊，即、啊、个留学生咱将来渐渐会甲各位报告，因哩医学，哩啊，即、這个科学，吼、啊。 啊，里法学对日本的贡献，所以这个延长使节团啊，因要去学习到西洋国各国的法律、交政治制度，啊因啊的这个啊军事科学，所以佮带少年人啊出国，啊去遐做留学生，啊因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個、要靠实力。 哦，唔是，恁做一个使节团出去，希望拜托人哋要甲你废读，所以废读啊，不平等条约啊，即、这个工作是做唔成。但是呢，因成功去看到外国的制度，因为因过去拢无中央的行政经验，所以因这个演唱使节团啊，因出去会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希望俾你军事、医学、法学呢，加种种的制度呢，吼、哦，来学习到啊。 西方即个国家会当啊，以德国交英国来做范例来现代化了。因日本,所長、啊這日本，所以岩仓使节团啊，离即个啊明治六年倒顿来嘞，顿来日本啦吼。所以岩仓使节团出国的时间差不多两年。啊，离德国的行程呢吼啊，我有去甲调因德文的资料来看嘞吼。岩仓使节团去甲德国呢吼，去看因日票啊，诶印刷厂。 就是迄阵因日本天皇啊，二一八七四年要发行啊，即、這个日票咧吼，啊，爱有即个防卫技术，啊，当时是拜托德国咧一间印刷厂咧印刷，所以因有去遐啊拜访啊，去看即间印刷厂，看人印刷是安怎做咧吼。所以延长使节团邓来了呢吼、哦，对到留守派，即、這个留守派呢吼、哦，就是像思乡隆盛，啊，思乡隆盛呢吼，因为伊。 是一个军人，伊是萨斯马的军人，啊，伊去攻打这个一桥庆喜的东家，虽然有功劳，但是呢，伊老李日本的哈、哦，做留守派呢，哈，啊，迄阵日本因为啊，这个一八七年凡自現，废藩置县啊，真侪武士拢啊失业呢，哈，但是啊，西乡隆盛伊无即个啊啊产产业啊资产兴业的专业。 所以唔知影要安来替代武士去创造因的工作机会，所以迄阵呢，啊，西乡隆盛伊就主张要征韩，啊，要拍韩国，啊，摕朝鲜呢来防止啊俄国的势力，啊，安尼、啊、呢，哦，因即个武士有哪有出路？啊，但是即个主张呢，吼、哦，因家诶即个史节派对欧洲得登来了呢，吼、哦，然后离即个明治两年，啊，展开政变呢，吼、哦，所以西乡啊隆盛离即个政变。 我失权啦，啊，所以这个权利煞去互这个啊，这个因这个世杰派啊，行政权拢过去互世杰派摕起嘿，而且世杰派内底上。介重要诶，著是大久保利通，啊，著、就是思想隆盛，做囝仔开始诶好朋友，大久保利通，咱先讲到这裡，先休困。 欢迎登来民主正解现场。咱头下讲到明治天皇要展开到明治维新，除了一八七一年废藩置县以外，伊的中央政府伊、哦、的真正,正的改革呢，伊、哦、是啊，这个参议啊国啊，国啊部会像迄大藏省安尼以外，啊，即、这个国会呢吼、哦，这个啊，刑法部上届早是一八六九年，因为呢迄阵。那時 社会动荡，所以需要有即、这个啊刑事官咧执行即个刑法。啊来啊一八啊七年改做啊即、这个啊司法部咧吼，啊到一八七五年啊日本正从即、这个啊司法部里底一审判权独立出来做大审院，所以日本伫一八七五年啊正有伊的法院的体系，啊无过去拢由即个司法部啊。 来做伙做审判，迄个像较早过去清朝啊，县长会当做审判工课小常，所以到一八七五年，日本正将即个司法行政啊，诶工课留离司法部啊，但是审判个工课甲搬过来大审院嘞吼、啊。所以讲伊个司法啊，伊刑诉啊，用大审院来做司法个刑诉权，但是即立法个机构呢吼，即、啊这个、国会啊，因为有国会进程，就是由 啊，即、这个啊，中央啊，明治天皇来发布刑事的命令，啊，即、这个民事的法律呢，吼、哦，日本立方面的学习有哪，有那陷合陷真大嘅困难，所以日本呢还爱、啊、去聘请法国人、交德国人，替日本人来定民法、交定刑法的吼、哦，啊，啊、这个，哥即个啊，定商法的吼，即、哦、咱、这个、将来会来甲各位报告，啊，所以日本伊嘅国会呢吼，啊，来啊到。 啊，即、这个啊，一八九零年啊，一八九零年，即日本有国会，吼、哦，即日日本宪法公布了，啊，成立日本国会，国会呢吼、哦，所以即日本国会上届大功劳者就是奥库玛东信，因为伊已经作早就交胡泽玉吉来主张着，哦，爱来用君子立宪，但是呢，啊，东信伊安尼主张呢，当然较无介意。 明治天皇来听，所以当时高位啊，伊就啊，即、這个向罢免，即咱真够讲着，将来咱会对日本国会诶建立啊、喔，会过来做深深入诶介绍啊，所以日本呢吼，上个重要诶明治维信，就是即个资产兴业、富国强兵啊，要安奈来资产兴业、富国强兵呢吼，即、喔這个爱啊，中央有人啊，佮有法度派留学生出去啊，即、這个外国留学，所以即个资产兴业、富国强兵即个政策。 要实施呢，吼，这是上盖难呢，因为哦，这个法律最多哦，去外国学习啊，请外国人来替日本定法律，这个较简单。啊，医学这个物件呢，吼，嘛无法多去请啊外国人来日本来教医学，因为法学交医学拢有本土的性格，所以法学交医学啊，即拢爱家己派人去外国学，学上来了才将迄个原理。 根据日本的社会来运营、改变伊个法律交医学哦，所以这都无法多请外国人来日本教啊。工业呢哦，交商业这都有法多，所以讲呢，你即个资产兴业啊，日本呢吼啊，你即个啊啊，即、啊啊这个啊啊啊这个教育个部分送留学生出去，啊，个去请外国教师当来啊，日本教呢吼、哦，所以大概商业交。 工业啦，这是拢学英国啊，拢学英国。啊，这个啊，海军是吾呐学英国，但是日军诶陆、啊、军咧学较济啊，法国交德国嘅物件。所以咱将来会相对只一一来甲各位做介绍、啊、但是而只诶，即个资产兴业爱有人才，所以伫一八七二年呢，啊，日本政府啊落去敬调李文博信、李文博信来底做官。 啊，诶，伊泽小学啊，咱顶礼拜有讲到呢，伊泽小学啊，伊伫一八六九年啊，入去啊，即、这个啊，日本幕府时代咧建立诶开成学校啊，即个开成学校注重英文诶教学，所以伊泽小学入去内底呢吼，咧、哦、受着真好诶英文诶教育，所以伊泽小学伊英文真好，啊，伊毕业了呢，入去啊，日本明治维新啊，即、这个。 啊！诶，政府来底文部省啊，文部省以即个日本明治维新伊个政府诶诶部回了。像咱头下讲诶，伊已经有文部省有大藏省啊，所以即个文部省呢吼、哦，大概做性从个教育部即个工作啊。到一八七二年呢，哦、啊，因为伊个外语个能力真好，所以迄阵日本政府呢要派一百二十个啊，即、這个留学生去美国学习着啊，即、這个教育即方面。 啊，交十环即个体系，所以当时呢，吼、哦，即、這个啊，一泽小二啊，去我就不只好敬的，因为一泽小二，伊有法多入去开城学校啊，当时就非常不简单，要有法多对伊的啊，即、這个伊的即、這个啊，来源地叫信隆国啦，信隆啊，信隆即个国家吼、啊，啊，迄阵叫高原环，高原环。 诶，师范學,学校，甲伊推荐入来东京诶开城学校，安尼各位你就知道，伊做小二吼，伫、喔、日本人内底是非常优秀。这样我多将啊，互伊咧还咧学校，师范学校甲推荐入来开城学校。啊，这开城学校就是后来诶东京大学诶一部分。所以伊是一八七二年起哦，日本政府啊建立了呢，上过美国啊 Massachusetts 啊马萨诸塞州诶吼、喔，去遐学教,教教育。 学这个音乐的教育部分的吼啊，二了，佮走去哈佛大学，伊去哈佛大学读册，读这个教育部分的吼，学了呢，吼、哦，才转来日本，啊，转来日本了，离日本做真侪教育的康愧，所以伊到尾啊，伊做啊到日本东京的教育大学的校长，吼、哦，这种是作重要的职务，但是迄是伊人生后段。 伊回国当来无偌久了呢吼，当来替日本做代志。到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五年啊，即、这个清朝挂啊，台湾给日本的时阵呢，即、这个伊泽小二主动去找啊，即、这个啊华山之计。啊，因为华山之计要接第一任的台湾总督，所以伊泽小二主动去找华山之计，讲伊对台湾的教育，他有也。 啊，看法，啊，即、这个华山之玉听了呢，吼，我拜托伊做啊，即、这个总督府哦，即、这个啊，业务部诶，即个代理，抑搁毋敢做部长，互伊做代理呢，吼，啊，所以伫一八九五年二六月呢，吼，伊也过来咱台湾，所以伊做小过来咱台湾了呢，吼，伊本来伫大稻埕遐展开着对咱台湾诶，即个国民学校的教教学。 啊！来提出伊个计划书，啊，真紧嘞吼！伊、喔、就离咱个树林遐一个芝山岩，遐设立咱台湾第一间诶国小啊，由啊，即、這个六个日本老师呢吼、喔、啊，离遐教册啊，所以讲这六个日本老师啊，咱拢改叫做六四先生、六四先生咧吼。即、啊這个前个六个日本老师离啊，咱这芝山岩啊，树林这芝山岩咧驾车生。 有一间衰撞着土匪，啊，土匪来的时候呢，吼，这六个老师为着要保护学生呢，吼，煞拢去哦，土匪台事，所以这就是这六个老师替咱啊离这个至善联系哦，保护咱的学生感情的故事。这就是一座小学伊一开始所写，所以伊来规划着咱台湾啊北中南的师范学校，啊，免来培养着啊，这个咱台湾人的师资，啊，来规划着。 啊！日本、伊咱台湾，即个国小、诶教育，啊啊，即、这个公学校啊，交国民学校，即、这个体系，即拢是一所小学咧吼、哦。对美国学堂来了，了搁去来日本，啊，安尼几啊年诶经验，了来用伊咱台湾咧吼。啊，伊真、啊、特殊，就是伊啊，甲即、这个啊，华山之士讲，讲正常概难诶问题，就是语言，啊，就是讲啊，台湾人未晓日语，咱来教台湾人日语。 哦，啊，所以讲，伊就去啊，用推杀即个日语的传习所，啊，伊嘛要求日本人呢，啊，来学台语，吼、哦，要求日本人来学台语呢，吼、哦，所以讲，伊去用日本的即、這个啊，日本文的篇啊，即、這个啊平假名啊，哦，来发台语的音，啊，买来互日本人啊，啊、哦，来讲台语较好讲的吼、哦，所以讲，伊嘛鼓吹着日本人啊，来学台语，所以这个一则小二。 会当讲是咱台湾教育离这个名利威信啊，真大诶！这个收益，就是由这个一座小学过来，咱台湾读三年啊，伊所建立诶这个基础，培养着咱台湾真侪啊，这个教育啊，而且师资啊，交建立者制度啊，伊等于当囝了啊，伊等于当囝了呢，嘛、啊、变做东京啊，教育大学诶校长呢吼、啊，所以这是真无简单啊。另外一个。 啊！明治维新的功臣就是这个大久保利通。这个大久保利通呢，吼，伊啊，这个做囝仔交西乡隆盛做伙啊学习，做伙练武。但是因为伊个胃较歹，啊，所以讲伊功夫学了较无好，武术都学了较歹呢，吼。啊，册啊，读了较好，比西乡隆盛里这册读了较好。所以伊伫这个啊一八啊六七年个时阵呢，吼，伊就主张爱。 盗墓啊！的这个反对啊，东京江户遐的木库呢吼、哦，所以你这个啊，一朝庆时要大正奉还进程啊，伊就是伊去鼓舞鼓舞着西乡隆盛过来支持长州啊，由长沙结盟呢吼、哦，要来交啊这个木库对抗啊，这個啊這個、一朝庆时才会啊，将大正奉还，所以啊，这个啊，大久保利通呢吼。哦 伊虽然军事较袂较强，但是伊离即个行政权、行政治理方面呢，啊、哦，依靠才华，所以啊，离即、這个啊，伊去啊，参与即个四集团去澳洲得登来了呢，吼离即个明治六年啊，啊即个展开啊政变呢，吼啊，即、這个思想隆盛集团啊，大久保利通呢，吼哦，伊家交啊，伊藤博文。嗯 摕到行政权嘞吼，啊，所以二一八啊七四年啊，无单下事件了啊，来代表日本政府来交清国来协商签订啊条约的，就是啊，即、這个大久保利通，啊，即、這个大久保利通嘞吼，伊互咱真感动，就是伊虽然伫一八七八年去互刺杀啦，但是啊，伊一世人做官做青年嘛，然后刺杀了。 大家才知影讲，原来伊过去关遐侪钱，伊厝诶家产拢摕出来啊抵押去借钱，所以讲伊对校的捐款捐真捐真侪，所以伊去去杀了呢吼，即、哦這个日本政府去摕甲迄间学校，伊所捐的八千块块退倒转来，讲伊的家族无法多生活，还、啊、搁去募款八千块呢吼、哦，来互伊遗嘱来做抚恤，所以即就是日本武术道的精神。 吼，明治维新会当成功，真感人诶！这个大桥保利通，来感谢各位这拜白收看，后礼拜咱啊继续吼。